在烟花盛开的步道下散步，加上山顶清幽的空气，心情一定会当完全放轻松，将工作上的压力完全放当一边，为当罗国乡凤凰山顶的代代是杨林关处凤凰自然教育园区，园区内和精英已经渐渐开始盛开，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美丽？就很美啊，然后我觉得就是到鹿谷乡来就可以观赏这么漂亮的樱花，不用到日本去的，不用到国外去的，真水，唔知樱花真水耶。别位敢有看过真水耶？较少呢，嘿，较少。这个真水耶，嘿，这个真水耶，唔免去别位看，嘿，来这看就好啊。嘿，来这吼，安尼佫有山头个爬，爬再咸啊，真好。有运动啦，兼运动啦，嘿。来遮心情真轻松啦，我定定来，遮我定定来。凤凰自然教育园区内总共有300多丛的合掌樱，目前大约已经开80左右的花，敢若是伫樱花步道顶，就有上百丛的樱花。台大市杨林管处表示，估计当2028这段连假期间，是樱花盛开上水的时阵。今天的话，大概开了80%到90%的。哦，大概还有1-2成的，大概是228这个连假哈，它盛开的最漂亮。花期的话，我们预估哈，是从228这个假期哈到3月初哈，3月的这个礼拜，那它的花期大概是7到10天，哦，7到10天。那若是天气好一点点，可以到14天，大概2个礼拜。想要看烟花，所以一直拢找袂到时间的民众，无妨趁着这次的连假，来到鹿谷凤凰山顶，享受当烟花树下散步的美好时刻，而且一边体会着大自然的清幽。记者蔡有凯采访报道。